终于到了，很久哎。好，不就还好，我有借到车子，不然这个地方那么远。拜托，你知道我最近很忙，我快疯掉了。不要啰里啰嗦了，你们带设计图？有啊，怎样？我就知道了。师姐，我跟蔡老板说好了，可以进去了。好哦。哎，蔡先生。哎，欢迎。哎，那这位是杨先生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我蔡丰毅啦。哎，蔡先生，你好。哎，设计图快点。哦，好啊。这个是我机器手臂的设计图，现在就是这两个部分有问题了，看看你有没有办法帮我处理一下。啊，请问一下啊，你这个设计图之后是用途是什么？哦，这个机器手臂啊是配合一台咖啡机啊，前面的爪子是夹咖啡杯用的。好，我跟你讲哈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调整一下，不然依照现在目前的设计的话，长久使用下来可能会松多了。哎，啊，这个问题你有办法帮我解决吗？啊，不然这样。我重新设计一个设计图，啊，给你看，好不好？好啊，那但是我很赶哦，大概要3天就好了。啥刚好？嘿，没问题啊，我刚看。真的啊？哎，哦，好好好，来来来，谢谢谢谢。我先来讲哈，这边啊，通常啊，你看嘛，那这个尺寸是这样子，啊，像我的话，我可能就会是选择是这样，因为我们做过很多嘛，那长久使用下来的话，你在夹东西的时候，它就不会有。哎，郭总。您放心，现在所有问题都找到解决之道了。哎，要麻烦郭董啊，您帮我跟幽灵那边说一声，请他们等我3天，好不好？3天我就可以给他参考的 demo。哎，再跟郭董报告一声哦。其实现在我已经在跟一些航空公司洽谈合作，哇 ，slogan 我都想好了，你听听看。Fly with iRobi, enjoy your happy coffee， 是不是有一种很幸福的感觉？有没有？好好，谢谢郭董。好，那我们先这样了。OK， 好，拜拜。哎呦，周永清，周永清，周永清！什么啊，神经病啊！周永清，杨大庆没有你不行。神经病！怎么那么棒啊？吼！你知道我很棒。要不是我现在在开车，绝对把你抱起来飞高高，再这样转3圈。不要乱抱，职场性骚扰。Push you into the sky, enjoy my happy coffee.